哎，不好意思，刚才断开了，刚才断开了，有点事儿。总之多注意啊，刚才是有点别的事儿，没大大的关系，但总之得多注意。现在你看，刚刚好不容易这个聊起来的直播间，这事儿，哎，有时候忙起来就是有机缘巧合，有问题啊，有事情就没办法啊。咱们又得重新再进来一遍。你看，各位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就没有看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吧？对，刚刚有一点，行了，咱们有些事儿就别提了啊，是我自己下播的，是的，是的，刚才有点这个事情啊，刚刚有点事情，我去给人回了一下，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其他东西关键的这个不要弄啊！我这已经搞了发胶了，好吧？就是因为这个没弄好，呵呵，要不我现场抹个发胶。本来刚说到这个美国安然的这个违反证券法、财务造假的事儿，刚说到一开头，重新开始，呵呵，好吧？大家多帮我点点赞。你说这刚聊了一半儿，刚聊了没有20分钟啊？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接着讲还是怎么着，前面是不是有朋友没看到啊？肯定要收着点，肯定要收着点，是不是？各位肯定要收着点。是这样，就是目前如果说有人在美国的这个证券市场上去举报违规的话，罚款超过100万就可以拿走10%到30%之间的奖励。这个事情呢，我是在整理这个相关资料的时候也在看。其实它还有一个重大的什么保护和鼓励举报的政策，也就是说，咱不能罚酒三杯，对吧？罚你个几十万的，大家经常听到，对吧？人家不在乎，人家还差你这点吗？我干一票多少个亿起步，是吧？虽然大家分，对吧？豪绅三七分账之后剩的也远超这个什么？对，我说的是，这个亚美利加嘛，肯定是美国这个安然丑闻之后，这方面为什么要鼓励举报者？其实你鼓励举报，鼓励司法的介入，鼓励大家去集体诉讼的赔偿，会带来一个什么好处？正本清源，让所有人都知道有规矩，你不能乱来，你乱来我就往死里罚你，这才是对所有人的保护，这样的市场才能够真正实现融资。虽然所有人都明白。我是十几年前就开始听咱的大 A 是干嘛用的，融资用的。好，这一步说完，有些东西就定了调了。但是不管干嘛用的，你的一个这个投资者市场吧，金融市场吧，融资这样一个平台，你必须有清晰的规则，你必须有清晰的规则。你不鼓励人启动，你不鼓励人去合规的去正常的 IPO，正常的怎么样，对吧？好，谢谢。这位朋友，欧啦啦啦，反正感谢大家继续有耐心接着听。刚才不小心中断了一下，你说咱现在咱都不说这个，待会儿就除了刚才就讲了一个大明白，就给断了，东京大明白。我还最近在看他的这一期，反正我们接着说啊。像目前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大家最熟悉的是瑞幸，瑞幸的事件差一点就把自己给搞了，然后呢，这个管理层全换是吧？这个大股东接手，股东之一吧，也不能叫大股东，他接手重振旗鼓。其实你好好经营一个企业，瑞幸难到啥地步，对吧？但是当然他这个赛道方向对，起步也做得挺好了，你去造那个假，也是没3个月就退了吧？没3个月就退市了，当时直接终止上市资格，然后呢也是罚了1-2个亿美金，这可是横跨两边的，而且注意，在美国那边瑞幸被罚了，1-2个亿的美金，在咱这边大概罚了200多万，我倒不觉得，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喝瑞幸，我呢觉得这个东西的性价比挺好，因为我对咖啡口味没有特别的敏感度。主要为提个神，主要为提个神。不说他的这个消费品怎么样啊，这件事儿之后，
基本上上边大换血，你不太可能以原来的团队做了这样的决策还能获取市场的信任。我当时都感觉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样居然还能给救回来，是吧？你说纳斯达克说老乡别走，没有，人家真的保住了什么投资者的权益，就是这样往死里发。你终止上市马上，咱这边今天 ST 明天摘帽，你记得那些宝壳这两年这个宝壳的这个价值啊，不如以前啊，但是早先那个宝壳就是来回折腾，亏到这个第三年怎么怎么着，啪，大家记得没有？我最早开始说上市企业的事情是说房地产，有些上市企业当年卖房子，哎，一下子卖掉几套房子，哎，扭亏为盈了，继续摘帽，接着混。当时有不少地方企业都这么干过，对吧？还有的把地卖了，哎，旗下投资了什么写字楼、什么地块，一卖，哗一下子赚好多钱，他这些年的利润都没他这块地高。好多都是这样的情况，你觉得真是？我其实唯一不理解的是，这个市场的散户量有多大到底？为什么大家就仍然愿意去搏一把？你是觉得这个搏这个概率是不是比买彩票要高？但是买彩票咱少买点意思一下，十块八块的不伤筋动骨，你这个是吧？一把给你抄了，你就得等几年，是吧？前面有一个看那个新闻，那老大爷炒股十余年，20万在手嘛，还22万炒成20万，这个已经跑赢了大盘，对吧？跑赢了大多数的投资者，但是你这十年的成本是吧？坚决持有这个太难了。还有一种观点，对，就是大家的理财投资或者增值保值的通道太少了。创富创业的机会也太少了，我有点小钱我投进去吧，可能我们这个融资的修罗场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这个地方就一个口，羊群你走就走，你不走反正就这一个口，但你走过去了，哗，这一遍不说吃羊肉吧，薅你个羊毛啊，生拔。而且再一个呢，我们的真的资金净流出，我不是说外资，我是整个这个股市的资金啊，不够人往外套现的，抵押上来就这个拿出抵押完破发，然后又，哎，你怎么讲，对吧？他们认为都是比较有成功的，对经济发展有认知，可能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认知的。所以说你就像你不会打牌的人，你也不会输，你一点都不会，是吧？就怕会一点，可能也有这个原因，纷繁复杂。目前看啊，就像我们说起来，还是惩罚机制太轻，不是罚你多少钱的问题。感谢这个这是什么一个采花筒，为我们2900点的保卫战胜利而欢呼嘛。所以尤其是最近我自己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群里也在分享这个信息，就是目前的外汇净流出的情况，是吧？我印象中是外汇的收支是逆差900多个亿，近期然后其中400多个亿是。但你懂得，就是像贝莱德什么这种，哎，这个润，哎，他们不叫润，他们叫回去了，是吧？第一个呢，确实外面有更收益率高的市场，这个资金追逐更高的收益啊，这个也正常。第二个也确实是赔怕了，这机会成本一正一反，是吧？而且贝莱德那个老大的 CEO 的采访，你们各位有机会看看，我就看了一小片段。被搞死了，就是只要他敢买这个股票就一直有人卖，他的对家他的对手盘已经让他直接怀疑人生了。我说这个再弄他就不是贝莱德，他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买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行。你最后真的就像子野说的，造假坐牢再罚就罚到他倒闭，或者是罚到他血本无归。你作为主要的控股股东，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什么？为什么我们股市上市这边没有钱？市场上资金不够啊？大家想过吗？啊，小兔子，因为大股东减持的这部分啊，这个血往外流的这部分，新进来的资金啊，不够填这个坑的。咱说总量啊，咱不说个股是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最后就是掩护别人先走，大家干了半天都是以血肉之躯，以这个个人的力量在抵抗这个，就是吧，大动脉划开，刷刷放血，不择一切手段，抵押要打折的呀，人不在乎，做高包装拉上去上市，然后一批这个承销的，啪也愿意自己来点，夸夸的搞。感谢。另外再一个，咱这个都是打工人啊，大家这个刷礼物需这个需节约啊，咱都是现在务实是吧，就反正聊聊天，多点点赞就感谢各位了啊，多帮我点点赞，咱们反正就聊天为主啊，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所以我其实你说闲聊就有点吐槽的这个意思，你真的你这个难道不值得吐槽吗？好，看来你这个开支不少、啊、反正希望大家什么的，我现在不恭喜祝大家发财，希望你们少损失一点。你说之前有一个，我还看一朋友说买了好几个基金，他就只是测试一下，他各买了一点点，我就测试一下，我发现这个港股大 A 哪个流通性差呀？其实是这样，就是论交易的这个，因为港股是跟香港整个金融自由流通有关系，你说它流通性差与否跟股票本身，你香港也有一堆仙股，你说你要搞哪个是吧？但我觉得是这样，大 A 不是流动性差，它是就是没钱啊，不是说交易换手率的那个流动啊，你现在是总感觉以前是什么养肥了杀一波，养肥了拉一点，哎，杀一波，现在是这样，你进来啪，你报的价直接就下刀不过了，能跑就先跑，为什么？大股东的这种都已经不择手段是吧，你往死里罚我认了，这种感觉就是本来还有大家虚情假意的互相抬一抬，就像那个卖拐一样是吧，三千三千五四千四千五，不是你这一报三千啪，割了韭菜走人。这里面真的特别想就是承认一件事儿，我们说这个正本清源的东西清晰可预判，法治为什么对吧，然后老胡专家的这个，其实他不说话，他只要把他的那个那几个股票晒出来就已经是背刺了大 A， 本来想去帮着站个台是吧，我大小也是个人物，当年我做报道的时候还是属于伊拉克必将胜利那个时代啊，九几年的老媒体人是吧，不是一般的媒体人啊，有量级的，大家看过胡主编写的报道吧是吧，是吧，就是当年又说起这个本山大叔的小品里，萨达姆吹响了战斗的号角，那个时代的他已经是主流媒体的这个主流大 V 啊。但是你放出来以后，你哪怕什么也不说，你不替他吹嘘或者不表达批评，大家一看，我的天，原来是这样。其实不看老胡，你觉着真正说贝莱德咋样？认认真真炒股，凭实力，科学的赔钱，科学的赔钱，是吧？赔了30%多，哎，不玩了。其实也不是说他们为了泄愤，你真让他挣钱，投资人他捏着鼻子，别的事儿他也在那儿，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啊。只不过现在，美元的资产呢，确实有些收益率上去了，但是你觉着？这种金融大佬是吧，他真的就在乎那仨瓜俩枣吗？
人家博大的收益也忍得一时，后来发现不对，这不是忍得一时，这可能要忍得一世，一直在这个地方徘徊，就要搞你了。所以不得不啊，不得不，大家接着点赞啊，不要忘记帮我点点赞，就不得不接着要这么搞。所以今天我说还有一件事儿，有一个话题略显敏感，我们把这个话也摆到这儿来说，但是必须客观的讲，就是富士康。富士康跟股市有啥关系？我不是要讲工业互联，工业互联10月17号哗一下就拉下来了，但是人这两天略有波折，是吧？曲折的在动，也没有一股脑到底。工业互联是小事儿，其实富士康如果有问题，该查查，坚决查。我先把这话放这儿，省得各路。就是咱们各位直播间朋友大家熟啊，都还知道风格，都比较理性判断，我发到有的平台那是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这个大家说就要搞，他有问题就搞，从一开始就该怎么搞怎么搞，这是富士康的问题。你不管税务稽查土地使用，不就这两大块吗？奔赴4个省。那我想说什么呢？你给所有的，不管富士康有没有问题，他有问题该处理处理，天下所有的企业看着呢，我这个地方处理人就按照所有的清晰的规则来，不管有什么原因，我按规则来。这样为什么？有问题的该处理他处理他，处理完了，其他的企业知道你这儿规矩是什么，知道怎么搞。其他人都在猜他是为什么呀，小道消息满天飞，或者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你要有一个，对吧？大家看到那个就是你这么讲都不行，大家说他这个就是立场问题，就得那个坏人。记得我之前讲保守主义嘛，之前直播的时候讲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质疑是什么？今天这么搞你，明天那么搞我怎么办？我要制约这个事情，咱按规则来。我还是那句话，有清晰的法治是惩罚坏人，没有就是惩罚好人。不代表这个人好人就不犯错，你犯了错该处理处理你，该罚罚，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问，咱比如说我查出来一个5年前的事儿，假设一星半点就罢了，这些年我不能拿灰度弹性空间来换你的投资，换吸引你，我还是要讲这个事情。他有任何问题我看不上，因为我今天给大家讲讲流量密码，如果我现在讲点流量的，郭某人就是搞动作，违反了两岸和平和经济发展，作为先进的台资代表，牵一发而动全身啊！但是非要绞尽那些你懂得两岸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既然你立场站错了，就是人民的对立面，就要搞你，不管你有没有什么，200万工人不是事儿，也要搞你。咱不差这点，咱国家遥遥领先，我们产业链已经干死了。哎，我这么说就有流量了。第二，阴谋论，苹果现在就是要搞我们，我们就是要搞苹果，他跟着苹果走，我们就是要搞他。你就是人民的，哎，是吧？资本家每一毛钱都是含着血的，干他，干他，兄弟们，帮我点他1万赞，干他。这种流量就来了，是吧？但是这两边朋友，各路朋友都还是比较理智，能长期有耐心听我聊天的，所以你们也会觉得，是吧？就是你要搞那套的话，咱还干嘛呀？对不对？他有问题，他不管哪个方面的问题，立场问题，该弄弄。清晰的规则，后边其他人怎么办？你会发现跟股市这个事儿一样的点在哪里？我为什么处理你？明明白白放桌面上，你错了，我就是要搞你了。你影响了投资人，或者你有别的立场问题，或者什么，凡是不对的摆桌面上。我呢，之前有好多这种，咱们知道有好多大佬和大哥的故事，其中最多的，咱民营企业异地的招商引资，哎，这个事情。不是屡见不鲜的历史问题了，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企业我们知道跨地区去投资，投资干着干着，到你过几年是吧，环保
税务各种事情。我不是说这些投资的企业拉动当地经济就只有功劳没有错误，有些企业就是不合规，不合规我不要给你埋伏笔，秋后算账，而是清清晰晰摆桌面上。不合规，违反法规，不是跟你谈判的筹码，不是默认你招商引资来的优惠条件。你错了，我从第一刻就不允许你有，而不是拿捏着回头等着一锅端。很多民营企业的法人代表、老板，投着，对吧？有人说太子奶这个事儿，太子奶这好歹，这个不叫好歹，这个是更狠，当地大企业直接搞，你说能不能搞你吧？对吧？基本上就完蛋了，差点易主。这就是明抢，你其他的咱们这都是放在报道有司法判决的，你最后都破了案的，很多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还会造成一个问题。我现在说说有些这个民营企业的问题，它也存在问题。你确实没依规，你也抽走了资金，而导致当地的你的投资难以为继，包括你的贷款没有及时的还啊。咱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违规，那好了，还有一些他是不敢。就是这个里头矛盾，你会发现他没有好人了，也没有坏人了，他没法界定。就是他要么抓紧跑，在有的地方那个厂和人，要么你就走不了了。查环保、补点税，这都是轻的，是吧？那些小的事情，富士康也就是说他这个影响力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肯定他任何的点。好不好？不肯定他任何点，他的好坏跟我没关系，不是针对他。他虽然大，天下的企业千千万，历史的长河还很长，我不能因为今天这个事情去判断说这个他好或不好。咱们又是这个问题，这跟他好不好没关系。你合规就干，不合规我就搞你，我跟你立场什么的没关系。是各地都求着他，但是你有底线，你有底线。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劳动保障这块儿，是吧？所以你不清晰就会带来两个问题：要么他这个大佬大哥啊是跟着大佬去的某个地方，这个能听明白吗？听不明白咱就点到为止，对吧？当地一任是 OK 的，招商引资过去了，这种很多。还有一些现在也都担心，是吧？就是你去。尤其是，其实大家举个例子啊，举个房地产的例子，还有制造业的这种比较多，有的时候就补你块地，对吧？这个厂房地便宜，给贷款，哎，然后呢，你招工这个事儿上呢，假设这个就不按劳动法来，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用工量比较大的，好，这是一个啊，有些有一个词儿叫产业勾地，知道的朋友可以打在字幕上，产业勾地，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咱可以聊聊这事儿，这事儿本身是个正常的事儿啊，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个中性的问题。很多制造业的企业都去勾地，可以做什么？便宜给你补个人才用地、人才公寓的科研啊什么的综合用地、商业用地，来让你盖房子卖。哎，所以很多大家知道，工业制造型的企业，它在很多的不算特别大的小城市啊。中小城市或者再往下，它有很多的这种项目，你会发现它还卖住宅，特别大的企业，甚至再大一些的城市都有这样一种项目。诶，它好好的是一个化工企业，诶，那边好好是个机械制造啊，汽车啊，新能源什么什么都有可能，充电桩，诶，怎么它还有200亩住宅项目呀？这种挺多是吧？很多，我给你这个，啊，对，咱们点到为止嘛，是吧？招商引资也没坏处，这事儿本身不是错啊，我们必须得说啊，大家签协议，我们正常来，人家还有长租的优惠等等等等各项，但是坐下来坐着，对吧？当地这个勾地的这个地啊，一般会比较便宜，大家明白？举个例子啊，我这个地方小城市，周围的房价呢，可能八九千。然后呢，我这个地价呢和楼面价呢大概四五千啊，三四千，哎，给你1000块钱一亩，哎，分期付款慢慢建，你的行业纳税什么的，招工启动了，我这个地就逐步的分期给你200亩地啊，100亩地，哎，咱分三期慢慢建设，对吧？
有看我文章的对吧？哎，我接着讲这故事啊，插播一下，知道公众号的大家欢迎去公众号看，和视频是两个板块的内容，有交织也有非交织的部分。哦，哎，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说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哎，你这个地有这么大的差价，注意，完全是为了让你这个企业来的，对吧？确实带动经济，确实谈，包括个体都不少，这个事儿天下都差不多。做着做着，这个项目也卖了。当然，还有一类，这个产业可能有问题，这个产业自己本身扩张到这儿不怎么赚钱，对于企业来说，哎，大家吸引产能，拉动经济，他最后赚的是开发项目的钱，甚至有些是商业项目啊，商业项目就是弄个小商场、商业街什么的，哎，后边配点人才公寓也慢慢拿出来让你卖。当年还有不好办证的，逐步的现在都能办证的这种，干完了以后怎么办？干完以后怎么办？哎，这个厂干着干着不大行的时候，或者是有别的变动的时候，开始逐步逐步的来了，哈哈哈哈，是吧？尤其是这个前几年，经济也开始难，你呢，借点款啊，贷点款，我们去地方上有，你地方缺钱，你让你地方平台借。是吧？你区里、县里也有城投啊，对吧？城建是吧？城发，资金紧张是吧？你想想办法，你看这事儿好不好办啊？哎，你说嘞？你说嘞？你觉得不好办啊，还是好办啊？这是一方面，这还是公对公。那么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咱们就啊不多聊是吧？你一定是你哪可能这么那个是吧？虽然你这么想，你这个厂子经营好，对当地是有带动啊。假设跟我什么关系？哦，另外的事儿另外说，是吧？我对这方面了解有限，产业购地啊，地产这方面大多数是正常的，大多数正常的，有好多的企业也有引入一些旅游度假村啊，去那个地方开酒店啊。哎，人家建立一个公园什么的，这也可以购地啊，也是产业购地，文旅项目啊，有很多一圈，大家记得一圈好多亩啊，好大的一片地，大几百亩的都有，上千亩的，哎，便宜嘛，而且资金暂缓缴纳嘛，这些事情，哎，随时可以，随时可以，该缴了是吧？哪个地方该动了？酒店起没起来？有没有正常经营？商场有没有正常经营？你的投工投产开建的产能有没有上来？哎，对吧？早几年还有些光伏的事情，光伏的产能扩张特别厉害，产业购地也特别厉害。我觉得有些光伏企业那干的真的比房地产企业是不差，它是用拿地的规模没那么大，但它生意的比例可真不小啊。然后稍微插播一句。聊了有，我这中断了一下，但聊了前后快50分钟，插播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读书会啊，严选读书会，推荐一下这个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黄车，这个严选读书会呢，就是音频的方式来解读很多的我认为比较好的书，围绕财经、历史、社会科学、管理、经营以及一些具体的技术层面，你比如说财务啊，是吧？职场的一些思维啊、沟通方式等等，我认为比较好的书，我会把它放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里直接线上就可以看。当然还有个途径啊，可以去公众号。刚才我说的两个公众号，地产圈下半场还有闲言碎语不让讲。大家关注了公众号，主要是看文章。我希望这个平台主要是分享知识和内容，反正里头很多核心内容，大家就是都可以看。那么，在每篇文章后面有我这个读书会的海报和链接。当然，大家如果能从直播这里直接切入，那更好啊。各取所需。而且，我的很多的书籍和知识分享的，我都是在群里或者是提到了，比如说直播里和视频，我直接就提了，文章里直接就免费会带出来。你照这个参考目录自己去看电子版的书也可以。你如果愿意去买一些纸质书也可以。但是我的读书会的性质是音频的形式。每一期大概20到40分钟不等，根据我书的侧重以及我自己解读它的深度，啊，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
摆在这个货架上的啊，这边应该叫小黄车吧啊。好，我说完这一段啊，每隔半个小时播一段，呵呵，每次播就是公众号这个啥啥啥读书会啊，就这点事儿。大家顺便帮我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聊，接着往下聊。瑞幸那个事情真的蛮不容易，后来的团队是属于力挽狂澜，但是我举这么个例子，你后面合规了，你通过经营去解决问题，我不认为现在应该给他盖棺定论，因为他的经营还会有挑战，但是他目前起码扩张各方面产品啊、服务啊、口碑品牌做的还不错，这个是市场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市场是这样企业的应许之地，而不是说你上来圈把钱。实话实讲，有很多的金融大咖都跟我聊过，说美股其实挺简单的，美股没有这么复杂，我们这边学生青出于蓝玩的手段和花活呢，其实足以干死华尔街。那当然华尔街不等于美股，而这个金融市场，那么在那边还是比较简单的，还是比较粗放规则的，这个你从外卖订单平台、打车平台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这个叫什么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你会发现我们这儿的功能特别繁杂，那边特别简单，我只打个比方，没多少花活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就是瑞幸跑到美股上市以后这样去搞事情，其实是当年的下策啊，换了这个团队以后，其实从这儿把他原来的能力延续下来。然后呢，当然从博弈论的角度，以前我们分享过博弈论的书，讲过这样相关的概念是吧，应用呢主要是偏经济这个领域的。你从股市上也是一个这样，按说呢股市有一个特点，大家能分红对吧，咱都讲人话，赚了钱给各位股东分点，但是咱这边几个特点啊，真有分红的不分，曾经有吧，有很多铁公鸡吧。第二一个，能有分红的主要股东不是散户，对吧？还有就虚增利润大幅分的，恒大这不也是个例子，对不对？给自己先分完了以后，一下子动不动千八百亿的亏损就出来了啊，逐探囊取物啊。恒大还不光是这事儿，对吧？恒大的问题还不是出在这里，恒大出在理财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上，是吧？就像我们很多时候讲起来，哎呀，大家说许皮带，虽然这个人确实你做的事情绝对是上不了台面，但大家总会去猜测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你看，这就是不清晰。他该搞，他出这么多事儿的还用说吗？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他居然出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我从来也不认为富士康就都好，从来不会替他说话，我反复强调这件事儿，他有问题就搞他，他这么多年他在十个八个这商业项目地产也拿得很好，对吧？他都不用产业勾地，招商引资政策直接你随便是吧，你喜欢，你只要愿意做。所以对吧，从这个角度，法治我还在强调，惩罚坏人，没有，如果没有清晰的法治，就是惩罚好人，劣币驱逐良币，对吧？你对于这个造假容忍，低处罚是对认真诚信经营的一种不公平，是对造假代价如此之低，你让谁还会好好做事呢？他本来说有些人想干，那还不如啊，保壳的代价这是当年，现在直接上来就搞，干一票，终点就是上市。上市本来是企业扩大投资再经营的开始，现在直接，你这样的淘汰机制就塑造了市场的底色，因为你没必要坚守你的底线，咱别说坚守经营业绩和长期的看法了，你根本不需要坚守你的底线，你这样的企业上市，我在想，我们不是没有好企业，没上市的里面也不是没有，他们这整天800名700名的排队排得到他们吗？
咱们知道牛逼的这几个上来大幅抵押减持直接违规，我认了，直接明摆着属于当着交警面一边交着罚款一边闯红灯，这样干为什么，对吧？那些在排队上的里头有好的没有，他排上了没有？从这个角度，不管是说咱们理财投资的市场，房地产市场，包括我们的职场，我就说一句，我们需要一些认知。这里不是发什么鸡汤，咱就扎扎实实的多学点东西，多点判断。我认为你的损失是什么？你损失钱啊，付出机会成本去学一件事儿，和多投入一点时间学了什么都是自己的不一样。很多人觉得痛心于这个股市上的损失，是痛心。别的方面咱从长计议，这么多年了是吧，怎么学点提升，咱不是说成为什么股神，别让这一道道的老砍咱韭菜是吧，理财砍完房地产砍，房地产砍完股市砍，这个轮回越来越快，韭菜来不及长了已经。对吧，啊这个梦里来了又去，我懂你意思啊我懂你意思。那么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咱们再看，你说强监管它的代价除了罚款以外，这个太容易了，这些年退市的加起来有多少家，有个四五十家吗？四十多家。你看看其他的市场的这个退市率，我研究的不多，也是有正常的不行就干掉了，市场化。之前是拼命保，现在呢还改了一些是吧，稍微就严格了一点，不行就不让你在这演了，照葫芦画瓢在这演，不让你演了，不行的话，然后仍然没有那么多，大家还拼命的留在这儿。你9%-10%的退市率，你试试。我觉得现在正常美股，尤其是科技类的市场，你的这个风险高一点吧，你创新进入新领域的这个，你不 OK， 你愿意去尝试，让资金让投资者愿意去跟着你去冒这个险，没有问题，看好就行。但是你只要是你正常经营，合法合规，这是前提，有问题就搞你了，不让你上，或者是你经营不行。真的咱们大家试了一把不行你就退。现在搞的什么成了是，你说现在还有一点，我们泛泛的看整体宏观的金融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有一点区别。我们也别觉得金融在全球都是精英游戏啊，虽然是，但是它也保护市场的基本投资者吧，也当韭菜不是这么狠吧，也薅羊毛不是这么紧吧，总得反吐一点吧。咱这边就海市蜃楼画个梦，一刀砍往死里砍，叫可歌可泣，对吧？这个可歌可泣是吧，这个谐音梗大家可以打在字幕上，知道对吧？你这样搞，谁敢长期坚守来做保障？你没有信用做保障，你没有透明做保障。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张雪峰老师在讲，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分析这事儿，他说金融普通家背景的孩子就别玩了，是吧？除非你豁得出去且天资天赋是吧，一柄这个哎能过人的这种。为什么？为什么金融是小圈子少数人的玩家？这个钱太好挣了，如果就挣这种规则漏洞的钱的话，摆明了别的领域不适用于让子弹飞，其实没有那么贴近。你这个套路三七分账出城剿匪如数奉还，这些套路太是这个对金融市场这个玩家，他是小圈子，我认为他不是精英，金融是特权的游戏，特权不代表精英。这个时代啊，血统贵族已经没了，咱大家谁也别装外宾，是不是？尤其是我们这种革命的彻底的，是吧？你也谁也别讲谁的名字里这个祖上咋样的，已经没有了。那你现在是什么？是特权吗？你玩的是资源吗？你干的这些事儿能平安落地是资源吗？有多少？所以这个成了小圈子在玩，你最后，对吧？
其实社会上有些事情不一定都对，也不一定都错，它是在进行分配和均衡，再分配，再分配，再分配，每一轮血洗，它不只是每一轮技术革命也是，对吧？原来没有互联网，现在有互联网，有互联网里也崛起了一些平民大佬，不用大佬，你给大佬打工的也算是崛起了。这样的普通人改变命运也有很多，科技方方面面的变化带来了生活的提升，带来什么再分配？凡是有多种分配的可能性的，就接近平等。但是大家你们明白没有？金融这个领域不太容易分，越复杂的地方，是吧？有些地方你看他粗粗憨憨的，他的傻的动作也，他的聪明的动作也没这个，是吧？某些地方聪明，你看总是说，哎，这些人真傻，这个都不会算计，那个都不会算计，大家都算计，你记得只有少数人能算计，依赖强权，都觉得聪明，对吧？没有傻子，没有傻子我就硬干了。信息不对称就是权力，我觉得说别的还用够吗？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不是说我打心里啊，我说一点实在话，我打心里特别希望我们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好起来，这个有什么说什么。它的信用建立起来，它的清晰透明，你有一个好处是什么？直接融资对企业发展、对科技进步、对就业都很好。直接融资在我们这儿成了什么？是吧？少数人逐利的厂子，不是说你想冒险、想创业、想玩高科技、想贡献。当然你为自己谋利就为社会贡献了，这是一个社会咱保守主义上最基本的激励方式。你我不信你去讲大道理，你给我整天这个喊口号，整天一颗红心贴脸上恨不得，我不信。人性使然，那什么激励大家去创业、创新、创造就业、创造科技技术？这种激励只能来自于利益和法治的双向均衡，既不能让你为非作歹凌驾于他人之上，也不能让你昏昏沉沉啥也不愿干，所有人都觉得我有个编制最好，你那不玩蛋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希望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越清晰透明越好越好。其实我这么说它都不用太好，一国有一国的难处和国情，你正常来，普普通通就行，不要像现在这样一个修罗场，是吧？我们这儿不能做空，我们这儿现在外汇管制，你要不然的话，但是又从这儿叫不破不立，不挖脓疮，这个地方永远不会长好，不停的渗血渗血，现在都不是渗血的问题，有人咔哗往自己桶里接呀，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想啊，我们去歌颂一个时代和肯定一个时代，就是那句话，好的就是好。我有时候调侃说，大家咱们说人说事儿，但是说好的就是好，你但是有些矛盾的地方你就是觉得奇怪，对吧？你比如说我就讲黯然丑闻嘛，他们这个问题就是奇怪嘛。你同样的，我们有时候在体现一种强国大国的气势和自信，不管是经济上技术上，我们在体现一种为民解决问题的一个好的环境，我期望这个东西落地啊，我期望。其实有很多很难的事儿，我们都办成了。比如说我们对外的这个扩张输送，基础设施、技术产业，对吧？投资那些能源啊、非洲啊，当然也搞关系，是吧？减免税费啊，这些一带一路找了一些愿意跟着玩的，你别管他是不是盟友，也搞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吧？有很多的小民被瞬间搞掉。但我想这个金融市场这么一个关键的领域，足球你可以不搞它也不至于怎么，它算是一个产业，开开心有更好。但是你金融市场这个这么关键的，为什么又不是说这个？所以大家后来明白，有些事儿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对立面，有人特别好，代表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什么什么，有人就是坏人往里搞，如果那样历朝历代没事了，
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解决不了制衡，法治这个作为均衡，你就解决不了这些风险和问题。为什么前赴后继？你会发现说，哎，足协每一任都出事啊，他大多数人都出事，这怎么就是搞不了他？你觉得呢？那金融市场这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这么多年谁不知道？视角不一样，这边有朋友说的也对啊，每个人就是他和我是吧？他们我们你们我们什么谁们他们的这个，大家认为什么是好的标准不一样，对吧？啊，这个定向增发一万亿专项债的事呢，我是应该是发群里，我发会员群了吧？读书会的会员群啊，就是挂在这里这个。这个哎，怎么才能在这哎挂在这个读书会会员群里的？我已经发过这个事情，钱肯定要给的，钱肯定要给的。之前我已经上次还是上次的视频直播讲化债的时候，以及我视频节目里讲化债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个事情，增加专项债，以及什么，主要因为一个是置换嘛，一个是扩大投资嘛。你别管这个，我们也别分这个钱从哪来了，大家记得吗？在这个管道里，我每次都比划这个管道，在这个管道里，你也别管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你也别管这个钱是谁的名义给你往里扔的，反正就在这个管道里下来了。在这个体系里，公共基建啊，城投平台啊，地方啊，是吧，这些都可以，包括借新还旧，包括维护金融稳定，它也有好处。但是呢，为什么只能在这个领域里？因为没有办法直接的汇集。你说你民营企业中小微，哎，我这里面怎么搞？能把你的债务清欠一部分就不错。比如说你的上游、你的甲方、国企，它有大量的业务外包，对吧？咱不管那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国企，大量的业务外包，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多的活都是，乙方干的、丙方干的，甚至顶方干的。这些人很多，这些外部干活都是民企，他们结不到账，他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管道里的东西，他流不出来。那么好，这些钱给了他们，让这些平台地方借新还旧，让国企，让这些什么，让这些有点余钱，哪怕手松一松，留下一点来给到民企，把民营企业欠的债给还上，那背后都是一个个就业的家庭。咱不要一提私企就是资本家，干死他！你如果还是这样被洗脑的话，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动不动就你敌我，哎，就永远你们的工作和就业收入没有人给你保障。这么说，你创业那个老板，你公司的那个创始人或者那个老板股东，他再不好，你可以选择走，不干，就是觉得他有问题。但同时他可能就也真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这很正常，还是那句话，按法规来。但是他没有资金，他没有办法经营，他被拖垮了，影响的是饭碗。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个东西，好像总是谈着就谈了一场，你这个市场在激励人干什么？什么时候啊，巴甫洛夫啊，你说什么时候传到消费是吧？难道没有传到消费端吗？这个你说资金传到消费端，哎，怎么说呢？今年真的能传到消费端的有一小部分是什么呢？各位，是城中村旧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中村旧改会花一部分到拆迁户呢，会发一部分到小的这种工程机构，但是今年开不了大的，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可以干啊，可以干。它毕竟不是财政，你完全这一年的预算，你这玩意儿没法弄啊，一时半会儿程序走不完，大家明白？哎，但是这个专项债下来了，这种针对性的事儿可以干，大头干不了了。对，子野说的对，你城中村大头是到明年，但是今年有一些东西要落下来。为什么？各位，它就是个盆，上面往下下雨，大家懂我意思？你这个，你总得有个盆可接吧，你总得有个名头吧，这才是推动。不是咱整天说印钱印钱，不是印了钱，你总得有个去处吧，这就是那去处。当然你也可以给直接撒现金支票改善福利，但每个激励的方式不一样，对吧？我们
还是习惯于在这个通道里，通过这种管道大基建，哎，这种共制的投资在这些里面做大做强。大家记得一句话叫不忘初心啊，多多学习，这个我点到为止，我没有那个理论水平去解释它啊，什么是初心啊，大家想一想。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历史上也好，咱讲讲故事，这个谁谁谁他明明有办法，他为什么不干？你会发现他所以可以影响只有他自己人，他信赖的只有他自己人。那么谁是他的自己人？谁是他们当年的初心？你推动这些东西还是要一步步的啊，你最后发现能推动一件事儿，还都得是在这个利益立场上，在一个体系内的。所以他不会汇集到外面，他就难。有的时候也不是不想，想普惠，他下不去。其实各位再想想房地产这个事儿，今天我跟某这个知名投资机构，这个还在做这个线上的内容啊，过些日子啊将上线，大家能够听到。待会儿我再说是啥。然后呢，我接着讲这个，你就看房地产是一个普惠受益的东西吗？很多人可能会问，这肯定的，起码咱广大的消费者面够广，你从这个角度解决居住的供给，我认为是。但是它的代价来说，基本上你自己完完全全承担了这其中非常大的代价，包括你背负的房贷啥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个集中度非常高的市场，哪怕是全国亿万消费者参与其中，哎，大家再慢慢想想，有机会，我们群里聊，或者是你愿意去看公众号的话，我会有更多这种文章啊，偏一点点理性的文字描述的东西。当然，两个公众号有一个特点，它都可以，现在公众号都可以点那个上面小耳机，把这个文章变成智能语音播放，你听那个也行。但是它内容和视频和直播会不一样啊，所以两个公众号大家也都帮我打一下在字幕上啊，我平时就不唠叨这个事儿了。中断了三分钟，中间这今天是播了两回，是吧？从七点到现在，稍微歇一会儿。各位有啥问题？各位有啥问题可以这个随时的这个在字幕上去提出来？因为我刚才中断了几分钟吧，因为一点特殊的状况，但是也聊了一个小时多了啊，七十分钟多了。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哎呀，有人提驻唱歌手，今天 Michael 没来啊，不知道啊，他可能在忙吧，我也不是天天能约到他，是吧？基本上他要自发的来，他得有空。举全面之力化债这个说法呢，对一大半，今年的四季度现在集中化债，客观上因为到期了。今年我是从年初，各位可以去翻我的文章和视频啊，咱都留在那儿。我是从年初就开始反复的说，今年有几个坎儿，六月份房企特别集中，八到十月份，六到十月份之间，城投债延续上，地方债加上现在基本上到，逐步的从地产向金融传导这个压力，你看还不还不？一个是债主，一个是借钱的，哪头难为都难为。我当时就说我在等着看怎么办，其实没有。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啊，不印钱，不置换，不摊薄这个代价，不大家都淋雨，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啊。体制内的还好过，施工企业，一定程度上吧。你是待会儿我讲讲施工企业体制内难的事儿，好吧？我待会儿我讲一下如何看待 A 股的未来。首先是这样。有些词儿又不能提了，我动不动就被警告，他就需要让你怎么怎么着。目前是这样，我认为这两者和房地产和那个股市互相无法替代，互相无法替代不是一个逻辑。而且呢，房地产在慢慢慢慢的这个资金面的层面越来越小，是这样的，并没有什么去承担它，
至多是什么自己承担自己一部分，比如说，哎，你搞一些基建类的跟房地产相关的，搞一下城中村旧改。城中村修改大家不要小看啊，一年真的敞开玩一两万亿也是有的，虽然他接不了房地产整个盘子，小不然的玩玩也不算太小啊。虽然我们卖地多的18万亿，少的12、3万亿、15、6万亿啊，一年还有税，但是能接一部分是一部分啊。谢谢阿土仔啊，闲言碎语不让讲，言字打错了，言是那个言，呵呵，盐不能当饭吃的盐啊，想问的聊不了，对呀、啊，县城内不拖工资这事儿啊，哎，我刚才前面讲那个产业勾地，就后来中间小状况断了，那个产业勾地，很多的企业借给当地的钱，就是为了给当地的编制人员发工资，然后编制的还趾高气扬的去查人家，你说这玩意儿魔幻吗？他都不光是纳税人，他都是债主，被查成那样，不聊了啊。你们听懂就听懂，听不懂拉倒。吉林禁止唱空房价这事儿呢，不管是中介、投资者市场，我们呢，我们这个市场哪里都不能空，好吧？我只能说，有一点儿，有一点儿不知道说什么，可能词穷啊。就是风月落，你说这个吉林这个政策。其实我们之前不允许房价下降这事儿，你可知道，就是开发商降价销售被约谈这个事儿，那个都可以，你唱空这点小的影响就更可以了，对吧？我跟各位讲，迪克斯菲尔德，你讲的这个不是段子，把债主抓起来就不用还了，这不是段子，不聊，不敢聊啊。哎，未来啊，央企国企地方平台嘛，这个拿地的重点，你就说一个，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咱就别说这个抓谁，你看现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青皮这件事儿，谁都知道吧，欢迎长风加入粉丝团啊。青皮这事儿最近大家都知道吧，我说的抓债主还不光是河南村镇银行那事儿，那个还是跟我前头讲的那个产业勾地加借钱给地方还是两码事儿啊，这里的套路。对，那边是被赴红马了是吧，河南村镇银行当初那批，以及什么什么什么，咱就不聊了，有些词儿就不提啊，不能提，涉及到那个 bank 里面的这个是吧。这个青皮啊，青皮这事儿，今天看新闻，那个拍照的人被抓了，是不是？你说村镇银行那个真的简直就是，就放一部分豪绅先走嘛，然后剩下的人就这样了，你们来吧，啊，就摆了，开摆，反正有人扛事儿，人家也值得，大家其实后面好，包括圣经银行最近是不是？你懂得是吧，那个前负责人以及还有一个证券资深的那个大佬，也不能叫大佬吧，好像也算是个大佬，也那个是吧，这个配合啊，配合工作啊，茶没少喝，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个领域你没得聊啊，咱还是聊青皮这事儿吧，青皮起码他的视频放在那儿。风月落，你提到这个国王为了不还债把债主杀了这件事儿啊，咱以后有机会讲一下法国的三级议会改革，国王借钱和资产阶级和贵族和犹太人是吧，诸多利益纠葛和市民之间权力的制衡，真的就是借完钱也要把你赶出第三级议会，你算老几是吧。而且还有一意思，这里多提一句，待会儿讲，不是待会儿讲，有机会讲法国，是中间的那个资产阶级恨透了小工业者，想把他们踢出去，钱是他们借给国王的，你就不知道谁和谁是盟友，你知道吧？就是你要光看历史对错，那玩意儿看起来可有意思，不是咱历史教科书上三言两语啊，因为这段一般不考，
不是重点，是吧？就提一句，到罗伯斯皮尔那个阶段提一句，我不知道现在历史考哪段啊，三级会议的内容特别多，你可以看看那个阶段法国的思想家们写的那些东西很多，随便翻翻，对吧？你惹崩了可不是吗？你最后的革命者到底是谁？你会把法国那个事情就乱套，就不知道为什么杀了，你按咱的逻辑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砍了，不知道为啥就这样了。你感觉一会儿觉得这个集权的君主这么牛逼，一会儿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一定遗漏，历史中遗漏了很多线索啊。这个话题咱有机会再聊啊，我这两天还在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剪辑和运营的这个小伙伴还聊起这个事情，就这一类的话题我将来单聊，我们弄点历史小故事，因为我有可能会用到一些其他的小号，对吧？严选后路，你比如是吧，严选的备份，这种我们可以去讲它的那个问题。因为对当年的英法主要有一点啊，英法在处理这个事儿上不一样，就是债务问题。法国的军税，这个捐税是不低的，征了又征，对吧？就有点像咱这边那个辽饷，大家讲征辽饷，周完辽饷发现发不给军队，征100万两银子到军队，是吧？你那个是打仗就出问题，你的金融实际上已经出问题了。那大家就说，哎，崇祯励精图治，逮谁杀谁，是吧？杀了这么多人，哎，他怎么就搞不定？那个体系已经混杂了，他就敢。你说皇帝也权力够大吧？东厂西厂锦衣卫没事给你抓起来试试看，没有用。那个体系反过来都能，是不是？而且你别忘了，那个体系中有你崇祯很多的基本盘。你别以为他真的是孤家寡人，你动动，自己砍自己。法国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君主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但是你发现大众也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三级议会，但是制衡和这种慢慢的这个法的精神的建立，对吧？是一点点起来的。它作为那个时候初创的形态，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呢，你说法国人的革命精神一点点摸索过来的啊，摸索过来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历朝历代的改革，你说我们这边狠人上去都要得罪人的，但是狠人自己也难以摆脱那个历史循环。你说张居正的改革是国库充盈了，他自己没贪吗？但他这种集权的利益体系就只能用狠人，他不能解决自己，他只能想办法去重新分配。你说王安石是吧，这个口碑之前在读书会这个里面讲苏轼苏东坡传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想讲他的段子了，后来因为时间原因就没讲太多，讲王安石的段子。你说他搞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干到一半，对不对？对，就是咱们想啊，不管是贪的人还不贪的人，你会发现他必须要代表一个利益集团去推这个事儿，那就完了嘛，这个体系里平衡不了。法国那里其实也是后来就是叫幼稚不成熟，毕竟人家之前也是从集权到这种慢慢的代议制或者是议会制的这种方式转变，他们前面更没有太多的参照，而且他们还不搞英国那套。英国那个有意思，英国是更拧着来，英国是贵族在承担，但是贵族又跟平民非要搞这个割裂，但割裂程度没法国大，只不过大家一起要制衡君主，你大宪章不是白签的，对不对？那法国这边呢，就我觉得更像一个年轻人，更加生猛，虽然我没套路，虽然我摸不清，先干先干，有点李云龙那个意思。所以但是不管什么形式，它逐步走向成熟和均衡，这个过程它是逐步积累下来。那你说你如果让路易王一直这样自己改下去，你觉得会改成什么样？咱不想拿破仑这种横空出世，拿破仑自己横空出世你也改不了，你不能一天到晚都打吧。其实他去给各国带去了利益的输送，
立场的输送和革命，一定程度上新兴起的民族国家和旧有的集权制国家的一个更迭。本来集权制国家是特别崇尚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它是现代国家奠定人民有聚集起来的一个基础。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我们都一个文化一个民族，其实你两边都是一个民族互相打，但我们这个国家是吧，凝聚力。君主集权有时候要集权啊，要利用民粹，哎，干他，他是坏人啊，又毒又分裂啊，搞他，干他，那个是坏人，为什么？他让你们加班，哎，干他。但是你怎么不说，你拥有这么大集权的一个国王，你允许这个资本家迫害工人，你在这儿装什么青天大老爷？你不允许这资本家会在英法，注意我讲英法，雇佣八岁以上就符合法律啊，八岁以上你就可以上班，各位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前赢了很多年啊，八岁就上班，人家在赶延迟退休，人家没有退休金，大家注意，没有退休金。童工不，人家是正式工，哎，你装什么英明君主啊？你装什么法兰西伟大复兴啊？你在纵容这些企业雇佣童工的时候，然后又说，你看你们这些资本家，你们这个二级这一层要贵族头衔没有，或者是买的啊，你们这些资本家是不是买的捐税啊？你们看看法国三级议会大革命那个，你们买了以后享受捐税的豁免权，你应该是我的狗啊，你是我们这个贵族阶层，就在我以下这帮当年战功贵族有血缘的这帮人里，你们是在下边，哎，你们怎么还啊，让你们干一干这个不讲劳动法，那个时代也没劳动法，对吧？你可以压榨一下底下，但是你们不能当好人，你不能代表民权来跟我谈。然后在下面那一层，你们这群贱民，对吧，刚从农奴进城，手工业者联合会协会变成了一个自由市民，这些啊，要没有我王权在搞他们，他们就雇佣你压榨你们，挑着玩呢。人家那个两百年没琢磨明白吗？琢磨明白了，法国用了40年就琢磨明白了啊。当然我还是说初级阶段啊，他难免幼稚，但是他琢磨明白了。为什么要制衡你？你两个，一个人在这扮坏人，一个人在这演好人，黑手套白手套，集权的延伸和走狗，资本主义也不愿意，资产阶级新兴的贵族也不愿意，他妈的乡间乡绅领主也不愿意，底下的人更不愿意，凭什么呀？所以你别装好人，是不是？你纵容没有体制的压榨，再想加强自己的这个啥，再利用什么所谓的，哎，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扯多了啊，本来说不说法国这个，我说的不是他的三级会议这点历史书啊，法国大革命，讲他的财税改革这个事情有意思。我这里提一本相对有点年头的书，是我在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做视频的时候就那个推荐的书。这本书叫《图谋记》，这个书有点小众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提问题，我先把这本书推荐完。这本书里我这里没有，我总共就买了两本，两个版本的，叫《图谋记》。给大家推荐这个书呢，不是他讲的，不是我说的这个时代纯属，他讲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是那个时代法国人写的，法国的基层手工业者的一些故事和社会方方面面，有很多的故事账本，就有点像，打个比方，有点像那个时代的，不能叫世说新语吧，段子故事大集会，讲那个时候的文化，全是市井底层阿猫阿狗以及一些小人物。他为什么叫《图谋记》啊？这本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老的老粉，就是我刚开始直播和做内容的时候推荐的这本书。《图谋记》是什么？屠杀猫，就是家里的猫 ，Hello Kitty 啊，《图谋记》就是杀猫。它讲的是一帮手工业的学徒去杀害
雇主老板娘的猫来泄愤这样一件看似很市井八卦街头巷尾的事儿，来揭示开那个时代光怪陆离方方面面世界的广阔面貌，见微知著，还有点像三言二拍，比三言二拍要也是市井的，但它不是小说，它是基于历史记录的。《屠猫记》这本书不厚，非常有意思，不同的人会在里面看到不同的故事，讲那个时代，讲警察记的账本，讲那个反正方面是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来。《屠猫记》只是其中的一章，它讲的全是这类故事，你能看到当时广阔的一个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本书再版了，而且再版了以后那个二手书还挺贵，应该还有新版的，你们买新版的，老版的书一两百一本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没了嘛啊。所以给大家提一下《屠猫记》这本书，屠杀猫啊，猫科动物的猫，记录的记，这个书很有意思。虽然不是我刚才讲的主流的这一部分啊，将来讲法国财税改革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机会做这个内容啊，我会单独讲，但是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朋友，没有门槛，就是可读性非常有趣。他不是讲黑暗的，他是讲故事的，就是有点真的有点开拓眼界的那个意思，讲那个社会方方面面，当然这个一切凭兴趣。但是由于这本书呢它是分章节分故事的，我呢读书会里没上线，我是非常想把它上线在读书会的，又过去半个小时了，我们用两分钟做一下播报。严选读书会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好书有趣的书，只不过我推荐这个屠猫记这本书我还没放进去，我一直在犹豫，因为它不太好讲，它的故事很有意思，没有难度，但它不好讲，因为它太有趣了，我怎么都讲不出来，你自己看呢、啊、你才能知道那种感觉。清朝知县那事儿好像看新闻有过，但没太注意，因为我最近不是长久以来其实我都不太看这个新闻信息类的平台，忙不过来，每天那个各种那个啥。稍微也说一下，过两天跟那个某机构做的这种线上访谈的长视频内容会放在我的小宇宙上，小宇宙播客啊，也是同样的这个 ID， 言不能当饭吃，你就能搜到我。10000亿它特别债啊，特别债，10000亿是特别债啊，不，抱歉，叫专项债啊，专项债。然后呢，这个小宇宙播客这个 APP 呢，可以又上线新一期，应该是在下个周就能上线。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再聊，在上面有长音频，基本上四五分钟、五六十分钟。我每一期会邀请某个行业垂直领域的大咖、资深人士来讲，讲财经，比如说讲能源、讲经济、讲婚恋、讲这个市场不同的，包括讲金融市场。今天的3000点保卫战之前啊，前两天的3000点保卫战之前，我的上上一期的节目就是请了一位金融大咖、知名的投资机构的市场分析负责人、策略负责人。我们就聊了一下对 A 股的看法。那一期之后，其实我们也没有悲观到去讲什么3000点，那个时候还没有3000点保卫战的事儿。10月初已经提到了这个市场的看法，有兴趣的可以去啊，欢迎舰长上线，舰长就得有这待遇，我得给你打招呼 ，Captain。那个大家可以去啊，小宇宙看一下我上上一期。就是谈我们金融市场的和量化交易，当时以量化交易为话题去开的篇，邀请的某知名的机构的策略负责人去聊这个事情，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私聊的这种话题，一般四五十分钟、五六十分钟会做的有深度啊。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我希望在小宇宙这种 APP 上长音频能更深入的去聊啊。对，直播间还好，这个救灾专项资金也好怎么样，我了解的不深，但我认为所有需要该花钱刺激的地方有一个，今年有一个维度啊，有一个维度
我们三季度报出来，地方上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区别比较大，经济发展数据，对吧？但是啊，那不叫救灾了，按说不能叫救灾，你怎么能称之为，是不是？好，我接着说，但是我们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的数据，统计局给出的官方信息 OK 的，达成了目标，四季度保今年全年指标的压力是不是就小了？哎，所以呢，四季度要稳什么？稳金融，稳债，化债是大头。你没有发现四季度说立竿见影，马上保交付200万套，瞬间建好，也不现实。但你不化债，这个螺丝拧不开，很多的事情就卡在那儿，包括保交付，包括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所以这个事儿没法回避啊，没法回避啊。对，你就说现在有一个难处是，就是我们会觉得统计局额外的太辛苦，没必要，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找另外一个角色来替代啊。是吧？我也说不出更真的数据来。我知道啊，在经济学领域呢，有一类统计分析的方向会很重要的研究工具啊，非常重要。包括今年诺奖获得者戈尔丁，他也应用到这种，就是你长期观测会找各种参考数据去做分析，但是。你真有研究这个的，你披露一下你的角度，你还是要跟大方向一致，哦，对吧？或者，而且那种研究真的一般人做不了，那真的是学术大咖持续深入长久的观测，或者是他有特别的，比如说一些替换，咱以前讲过这个，那个叫什么替代通胀的，哎，我这脑子，一些量化分析的，之前也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些指标替代，做一些统计分析，但是啊，你能怎样？你能说呀？你能讲啊？咱还不说，咱不一定统计的有人家准的。当然，你可以说他辛苦，恰恰是为了这个啥？那咱这个你也找不到更好的官方数据来说事儿。关键是官方这样认定了，会有一个事情，就是起码作为四季度的参考，对吧？我四季度的政策已经有余地了，对吧？倒口水哈。拿个杯子倒点水，聊太多了，嗓子有一点那个，哎，不叫战术喝茶，咽炎了。四季度总体会很稳啊，四季度总体会很稳，这个判断呢，但是呢，有一点，我们是这样，经济的数据来说可能会稳一稳，但是有几个点，第一个外贸进出口，今天大家应该也看到这个数据了，我是转发到会员群了，我把这个统计。下降，对吧？咱也不说外汇净流出这个事情了，有机会吧？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事儿有机会再聊。其实我讲的是法国财税史中的那一部分，那个阶段的事情，一点小小的想法。做市政工程的，市政现在没有钱，哎呀。是这样，市政工程呢之前还算好一点，因为房地产企业更没有钱，之前出问题的工程团队被压缩的这个资金出问题的更多。但是现在市政不给钱，就是不给钱，中间审计，中间变化，中间这个那个，反正就没钱。我跟各位讲啊，化债的事是九月末不是清欠民营企业的资金文件和这种官方出口提了两次了，要落下来很难。他是这样，他最近提了，起码比不提强。但是啊，清欠到你那儿，这个钱要下来，事儿要解决，
会需要时间。我这么讲，有一点，不要再去说过桥扛一扛。我跟你直白的讲，咱作为经营者，说再融点资扛一扛。我知道做施工的很难，你下游的分包材料乱七八糟的，你工人是吧？这个班组都得给钱，但是目前看不乐观，今年能解决一些，但谁知道是不是解决到你那儿呢？这个不好讲啊，我只能说到这个事儿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有，你在当地提起这个相关的程序，你觉着会怎样？哎，这个事儿又是不能说的话题，就是我开篇讲的。开篇讲的，大家反正知道就知道，因为中间断了3分钟啊，有点状况。是的，而且一个琪琪啊，就是你说的员工工资拖欠的事儿，我在前面好几四五期之前的直播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当时说9月有一个孩子他要去上大学，他爹妈在工地上做工，一个是做工啊，一个在外面摆摊儿。拿不到钱，结不到账，这个孩子9月份去上学，没有学费，凑不齐。当时就说到这个事，有很多人很简单，关键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个钱就是甲方把钱给了施工方没给足，给到下面人，差大几千，还是对，差大几千，怎么办呢？当时有人还跟我讲，说这个对，这个在编的人最近薪酬受影响，对吧？对，那期有朋友还记得，说这个怎么样？我想说，有人也会讲，哎，那孩子上学，咱国家教育体系也不至于让他失学，你去了能申请这个，申请那个，对吧？我先不说申请有多复杂，这样的人很不少，青年人一方面就业的啊，咱们知道，你可以想想，比你们就业。刚开始毕业找工作，小个4、5岁的年轻人，他刚准备去大学读书，他遭遇的是什么呢？是他可以办助学贷款，但是你让一个，我那期为什么愤怒？你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一个18、9岁的孩子，在他最敏感的年龄，他要在不清楚的情况下自己去问，学校也会通知啊，有可以提前沟通啊，有这样情况。对吧？咱不说学校不好，学校在尽力帮他解决，但是他爹妈凑不出这个钱来。你让一个18、9岁这么敏感年龄的孩子，在同学、老师那去慢慢的去问，我怎么才能接到这个助学贷款？怎么解决吃饭问题？大家想过没？是不是？我是因为那个愤怒，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能解决，他应该不至于为此失学这个孩子。但是他小小年龄要去体验那些，他脸皮不够厚啊，他凭什么呀？是吧？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对吧？而且之前我也讲，有一些这个负担比较重的，咱们说医疗和，就扯着扯着这话题就远了，我待会儿再回来讲二级市场的问题。今天没讲财税，没讲，就扯了一堆法国的三级议会。我现在稍微讲一下，确实有些学校老师的工作量比较大，人家有的老师带4、5个班是吧？又什么？但我想说一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件事儿，教育和医疗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它有一定的福利性质。你完全市场化就是有钱人看得起病，没钱人上不起学。但同样，它也不能完全的非市场化。哎，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个我叫墩墩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说现在这个小学老师怎么办？待遇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市场化。什么叫市场化？不是让老师说按怎么样，但是你按照财政收入补不起的情况下，不是让老师去创收，是可以选择。我觉得不 OK，我不做；觉得 OK 的做，这个领域慢慢再次进入。均衡，从这个点，但你不能完全市场化，这在哪个国家也没做到。奥巴马医改都改成啥样了，对不对？没有，在美国那么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地方，它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你说那校车不补贴吗？咱资本家来开，每个校车每天卖票，不可能啊，是吧？所以呢，
感谢啊，感谢铁粉点赞2000，好吧，谢谢。所以呢，现在去清理这个清理那个，我认为过多的负担和过多虚妄的成就感本不配享有的。这两年咱把这个泡沫也挤一挤。大家总说负债债务驱动的泡沫，房地产泡沫，又这个泡沫那个泡沫，是的，各位说的都对。但我认为有一种虚妄的生活在自己幻想中稀奇古怪的成就感和与众不同的安稳感，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那个泡沫也该收一收了，大家懂我指的是什么。我仍然尊重所有的制约和均衡，不管是市场的还是法规的，咱给所有人激励。你不能光让医生和教师忙活，让人家又忙又压力还收入受影响，这个不认同，因为最终所有人要为此买单，他们不好好干的话。但是同样咱把虚妄的泡沫挤一挤啊，这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所有跟财政直接相关的狂妄和那种无厘头啊，咱挤一挤，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包括对这些编制的人也有好处啊。回来说二级市场啊，你看今天扯着扯，前一个小时扯着扯，后边已经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个，这个，就说到这个法治重要性啊，你这么想啊，资本是厌恶不确定性的。他要合规，他其实希望这个市场透明，大家就正常交易嘛，你买我卖，或者我怎么样，我怎么干这个事儿能赚钱。但是权力是厌恶不可控，权力是什么？要留一定的不确定性弹性，都确定了，我怎么去这个指摘和控制这个事情，我怎么还说了算？因为有清晰的规则放那里，其实权力是会被制约的，因为大家都尊重这个，所以呢，市场化的东西、激励化的驱动和权力对不可控的厌恶之间要有个均衡。这种需求的冲突的均衡在哪里？在于法治的确定性，在于法治的确定性。是的，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也说的对，我讲的有些事情啊 ，OK， 解决不了，咱先挤着对的说，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嘛，就说，那么你有操控空间，就需要法律的协调，不然这个规则就叫侵害谁，对吧 ？Hello， 你好啊，围观太原楼市。为了避免侵害谁，法律是保障一切人的。你会发现有些规则不是坏事，要么巴士底狱被攻占，三级议会也崩了，然后。是吧，人民直接拿着三色旗把路易王给砍了，把王后动不动给砍了也不行。那要么就上面拼命苛捐杂税不弄，是吧，来把他抓起来，乡绅代表的底下领主就在乡镇的法院里把他审了，直接绑起来，绑木桩上。你那样两边永远没个完，咱大家最后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它最终形成的一个制衡，并不是因为制定这个人的心多好，而是大家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不是你砍我，就是我砍你。咱们应该有个均衡的、中立的、客观的裁判来保障所有的一切，哪怕贵族失去了特权，留一点捐税的免税，或者说我承担了税，但我失去了别的这种权限，但是大家都能活。当然我们不认可那种阶级论啊，那是不是鼓励那些愿意做事的人往前冲，同时还是那句话，又不让任性的东西来彻底的让这一切都摁死，留着秋后算账的灰度空间，对吧？今天我让你做是我让你做，是吧？时代的啥，没有谁的时代，只有时代的啥，哎，都给我老实点。这样的情况呢，也有一点，它会抑制资本的无限繁殖，会抑制资本去吞噬其他人、侵害其他人。
但是我认为最好用法律来制衡资本的无序扩张，而不是权力。一旦用权力来制约市场，会带来什么？寻租。你看似是资本家都被弄得跟狗一样，是吧？是看门狗。其实你面临的，广大的人面临的是，你又被权力盘剥，你又被资本算计。资本不敢盘剥你，他是算计你。我们点到为止，是吧？这么一段长达十分钟不停的描述，如果我把它语音识别完成形成文字，还是蛮感觉还好啊，感觉还好，是不是？所以说，而今看华尔街的各路精英来到大 A 被击败，哪怕你是天生的金融大鳄，撬动全球，是吧？这个犹太财金融集团，你搞不定就是搞不定，败走麦城，灰溜溜的出去了。我前面开篇的时候曾经假设模仿了一段怎样有流量的拉着民粹打敌对国外那种讲法去讲这个，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再演一遍了啊，那种套路是有流量的，但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家应该大家都不信那套，是吧？所以说金融大佬们离开 A 股的时候内心里是有阴影的，不管我怎么搞你都能搞我，这就跟实力没关系了，是吧？这个就是不是实力的问题，你们这些大股东都是拿着这里当提款机啊，对吧？二级市场作为提款机，分红又有限，或者分红到不了大多数散户手里，不是指绝对的量啊，你也得根据你持股来。但是我想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金融股，这是能分红的，这是也不至于怎么着的，你们不用做金融股的大银行股的大股东，这个是你也不可能各位散户成为哪个这个券商或银行的十大八大，你不可能，对吧？你历史上都不可能。但是我想说那些均匀分红的你能分到多少？哦，又被屏蔽了啊，不能讲，又被屏蔽了。哎，这然后你说我们现在上市，哎，又要调整完毕啊。好的，又不让了 ,OK。说着说着就被封，咱们还是聊点别的吧。就是说我也在想，咱这个上市是为了向社会输送什么优质企业，对吧？我上了市就卖给你们，你们就是那优质企业，优质企业向散户输送优质企业股权。我上了市抓你卖给你们，我抓你撤，对吧？你这个搞笑了，哎，动不动的就被封啊，你让我咋说，是吧？哎，所以呢回头也坦白的讲，也坦白的讲那个，哎，怎么讲呢，就是回头我为什么，哦，我这里再做一个小预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mini 会员群，就起码咱群里去直播交流聊点事儿，没有这么风险啊！别动不动又不能讲这个又不能讲，这个也不知道哪句对哪句不对，是吧？讲法国还行，讲着讲着就那个了啊！所以呢，包括各位也别觉得公众号呢跟我有时候讲的内容不交织啊，不交叉不重叠，但是也同样不见得能出来，有的就是几个小时就没了，半天就没了。关注的老粉应该知道，还有一些你觉着哎更新频率还行，其实有些文章之间没出来，没出来我从来不硬发就算了，大家明白我意思，就算了。为什么？因为你硬再发真的就会被搞啊，对，就真的是这个什么。然后我们现在讲这个问题就，哎，就讲了个提款机，就讲提款机，就，哎，就那边就已经那个了，好吧，我们这边接着聊呗，反正咱现在基本上也什么也聊不了，什么也聊不了，咱也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看到啊，能看到这边能看到的话打个字啊。
没有办法。哎，所以呢，我最后也多说一点，说什么呢？我经常说提升认知啊，什么提升知识，咱不讲这么文绉绉的，咱讲点普通的，就提升点风险的意识啊，稍微学点基本点的东西就行了。你要不怎么办呢？少被割两茬呗，别的不好说啊。现在哦，这边应该看不到是吧？看到这边直播间还有人在进，但是应该看不到我。不了解这个，我又不能点，我点了又关闭了。嗯，现在就这么着吧。整点擦边没有，咱不是才艺主播。我还这么想，就是我过两天我去买个那个罗兰的电子琴，回头弹着琴唱歌吧。啊，这个，哎，你们有没有在那边能看到的？对，外面能看到就别进来了，你一进来就没了，你就在外面看就得了。这个，哎，就没有办法，就是咱不是擦边主播，也不是才艺主播，就是那种，因为我现在也看，就是硬给你推送，我都不看弹那个琴唱歌的人啊，我自己确实没在这个方面关注，他不停给你推送。哎，我想这最近才艺主播是不是已经溢出了通胀？加迷你群这个事情我也说一下，嗯，大家现在预报名，你就先加微就行啊，加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后台私信吧啊。想加迷你群的，就是我们在知识分享、深度解析和一部分即时信息的解读这方面啊，会做。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后台私信我，后台私信就好了，好吧。咱有事儿也不能聊啊，有些事儿不能聊，没办法。哎，我真的没说啥，就说了一个提款机。咱不聊了啊，咱就不聊了啊，那边还在审核中。你说咱们聊点啥？我前面准备的内容剩下一半儿，就是讲青皮吧，好吧，青皮这个事儿应该没问题吧。青皮应该没问题吧，因为那边直播间的朋友你在外面就别进来了，你一进来就看不了，你在外面路过路人不点进来能看到，甚至能看到我的读书会的链接，但是你进来就看不了了啊。有机会大家，一个是我希望大家啊，这个做自己做个预告宣传，有兴趣的加读书会，咱知识分享。再一个呢，会员迷你群呢是可以更多的沟通内容，作为一些更多的认知啊，我自己的私密直播，咱就不至于像这样，真的是说一半藏一半，你会感觉这个人，现在大家也明白，经常看他不是故弄玄虚，你每说一句话，你就得想着，这个事情不聊啊，那个事情不讲，大概就只能这样，只能讲讲青皮了，对吧？青皮的这个秘方啊，这个事情不是个好事，在哪？青皮的秘方被天下人知道了。咋办？是吧？原本这个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酒据说很有特点，它的特点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我们的啤酒花就做不出来？说是水质的问题，说是水质的问题，水质到底差哪儿了？啊，我们这水质也不差呀。哎，为什么？为什么？哎，后来这个青皮这个事件拍照之后，大家才明白，哦，原来差了一点点，这个是吧？人中黄的独家秘方，这一下就，哎，但是呢，你说这个拍视频的人被抓，被控制起来，我不理解，他是揭露事情真相的人，你别管是在哪里，你有什么不对吗？而且他视频中已经能对照上地图上啊，咱们什么什么谷歌、百度、什么腾讯地图上有实景，能对上那个地方，不是在仓库，不是在别人的车里，是在你厂里，对吧？为啥？所以呢，咱就不好说啊。那边直播间被强行关闭了，封禁了十分钟，算了，那边就不聊了吧。啊，咱有些事不能讲，我真没讲任何推荐的东西。对啊，泄露商业机密嘛，那你怎么办？哎，我回个信儿啊。
哎，那么咱今天反正谨言慎行吧。你既然青啤的秘方被泄露了，大家说一说，到底对啤酒行业是利空还是利好？因为按说你其他的酒厂可就知道秘方了，大家这个口味是不是都能提上来？对于单独青啤不是利好，但是大家知道青啤的当年扩张，它是去要了专项的钱，然后去买了大量的其他的啤酒企业，你把竞争对手收购了不少。说实话，说实话，我当初觉得那个事情就不是太市场化，做大做强这个事儿吧，但是好在你正常生产，但是你出这个事情，你还能，对吧？你还有什么可这个辩驳的呢？对吧？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喝啤酒尿酸高了吗？你要这么说，喝青啤三厂的这个尿酸风险更高，是吧？你不能讲，有些事儿不能讲。这个，他利空没出尽，利尿出尽了。不聊了，不聊了，我今天又受打击了，对不对？哎，不聊了啊。今天咱就到此吧，大家最后反正再提一下，愿意读书、愿意听分享的，每个周都有更新读书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公众号去看。关于探讨深度分析、小范围直播的，或者是这种咨询沟通的小群啊，我们有数量上限限制的，可以私信加这个 mini 会员群。总之呢。不会有多少人，也不是奔着量去的，我就是想有些地方能聊聊，是吧？哎，另外再一个，大家以后有兴趣可以随时截图做成这个叫什么？表情包啊，直播里截表情包，截的做的好的，咱给予积极的激励哈，应该有录播。另外我给大家提一下，这边它的这个。小破站这个录播呢，它会系统定时发，它有时候会定在晚上，它录播完了晚上3、4点才审核过，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这个提醒状态提醒，会觉得怎么你半夜凌晨再发这种更新？不是，只要我选择了，它就会自动在那个时候去放上去上线。你可能3、4点钟会受到这个事打扰，大家不要介意啊，因为要么我不选择，它就录播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喽。哎，有些事啊，就是看运气，是吧？大家愿意录我的直播里做的表情包，就是带我的这个表情包，咱们到时候多这个叫啥？加群，我给你发严选周边。表情包做得好的，我争取做一套。对，你比如说我这个点下播了，有可能这个视频回播的视频会在凌晨4点、3点半、2点半上线，会打扰到很多人。但如果我把那个自动重播那个上线分享关了的话，就忘了，很多人就看不到，因为好多人都在问，大量私信说你这个回放呢？我回放我不分享就看不到。其他的事儿录播的聊吧。总体来说，还是这个这边比较相对有点弹性，或者人工智能它傻一点啊，没有监控到傻。我也奇了怪了，我啥也没讲。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有机会做好了表情包，随时私信我，随时进群啊，咱们给表情包做得好的朋友给特殊待遇。好了，就到这里，大家有空再帮我点一小时赞，我就走了，不关播，拜拜。开玩笑，开玩笑啊，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地产圈下半场，闲言碎语不让讲，回头咱们公众号见，公众号见。